现在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裁判，好了。三爸问你啊，你把虎妞放出来，虎妞，先让虎妞，虎妞，三爸虎妞。哎呀，这么就不认虎妞啊？三爸虎妞放出来，把虎妞放出来，虎妞，虎妞。哎，对了。好，虎妞放出来了啊！三哥，把迷糊放出来，迷糊放出来，小迷糊，把迷糊放出来，把老大放出来，三哥，把老大放出来，老大呢？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老大呢？老大呢？好，老四，老四放出来，三哥，你儿子，老四放出来。还行啊，家人们啊，基本上算是成功了啊，基本上算是成功了，家人们。好，老四一个啊，都有奖励。三，你坐，你坐下，三，你坐下，都有奖励啊。老大一个啊，三万一个，好，成功了啊。小明一个，小明没吃着，小明一个，好，虎妞一个，好，小石头一个，啊。哎呀，包子也来凑热闹，热乎闹了。包子，包子你也凑热闹来了，你也想吃啊，包子啊，大包哥也想吃啊，包子。好了啊，这回全部都更换位置了，家人们啊，三过过来，三请坐，三请坐，坐下，坐好了啊，好。我问问三文啊，哎，三文你放小迷糊出来去，哎，不过来，三文过来，三文，三文刚才对院放谁？老铁们，刚才对院放老大和老四是不是？三文，你把老大放出来了去，老大放出来。果真呢，家们，他果真还是比较愿意放自己的孩子，放老大出来，放来出来呀、啊！你比划半天干啥呢？三文，放他出来，啊？三，把你儿子放出来，把儿子放出来，你儿子，你儿子呢？三文，把迷糊放出来。三文是，家人们啊，我觉得三文还是比较是那种，就是开着顺手。三文把迷糊放出来去，把迷糊放出来。啊，我觉得三文还是开迷糊呢。三文小迷糊，小迷糊呢？三文还是因为开着顺手。虎妞，三文虎妞。啊不对，虎妞了，他妈老四。哎呀，不对呀，家人们，三文是因为开着顺手，知道吧？啊，包子，啊，包子握手，包子握手，包子握手，啊，谁家猫会握手？包子握手，握手，包子。哎呀，你看谁家猫会握手？啊，一般人家不会握手。你干啥呀 ，Seven 呢？你看整包子的嘴，你那给包大的抢跑了呢 ，Seven。